十秒到达战场。嗯，感谢别烦我送血瓶，谢谢这个失散多年的小伙伴送血瓶，谢谢血瓶，谢谢。好，这边的第一场，感谢亮哥哥的礼物，谢谢亮哥哥。这边的三男中单的老男刀，我是麦克杰克桑。感谢骚男粉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，谢谢。游走于刀尖之上，中单的心得了。感谢弟弟的重庆女友给我送的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大陆送血瓶，谢大陆，谢谢，谢谢。中单的心得了。大海的潘森，弟弟是这个阿木呢。感谢166送的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。A 的三下 A 出来个雷霆，还不如让他 Q 一下呢，真的好疼啊！感谢南方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流川枫送血瓶，新的血瓶啊！哇，非常感谢你的十个大血瓶，谢谢66666，非常感谢你的十个血瓶，好疼啊这个 Q 的。潘森，我看到他了，老潘森29来抓了，嗯，好烦的老潘森。好疼啊！这心都拉打的。欢迎骚男的守护浪浪的，欢迎美女子，欢迎。感谢球王的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。对，第一场中单的辛德拉吧，然后呢，他们在这边潘森打也可能会压力很大，咱们这边的前期就抗压。不，咱们推线不快，对面法师推线才快。他把线推过来，咱们就可以杀他了。走位投 Q， 感谢这个纯帅男人送血瓶，谢谢你的血瓶，谢谢，谢谢。多拦截，哎，感觉他 Q 都不疼。哎，我们这上路优先拿一血，但是我们这下路好像换掉了。好的，轮子应该没有危险，轮子丢他才可以，这边的。哦，我们家贾克斯这么厉害，贾克斯的大腿啊，贾克斯把咱们家上单塔也全给杀了。哎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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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刘燕子血瓶，谢刘燕子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第一场全打顺风来。还没有到六级应该还好打，这边的辛德拉到六级的话，大招加小技能应该能把我大半血直接秒掉。对，所以这边的，哎，感谢这个呆到深处送血瓶，谢谢血瓶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总感觉潘森要来刷我。感谢亮仔送的小苹果，谢谢亮仔小苹果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这个自然萌送的蓝星，谢谢自然萌蓝星。上路被单杀，我们的贾克斯太跳了。不，这个贾克斯玩的可以，但是贾克斯死在这里了，他要越塔强杀大鳄鱼。回家送到提亚马特，感谢呆到深处自然萌送的一个大蓝星，谢谢蓝星，谢谢，谢谢。提亚马特，
还行吧，这边呢我们的人头优先领先两个，桑丹和弟弟优先没有优势，不过我们的队友好像很厉害。感谢靓仔送礼物，谢靓仔礼物，谢谢谢谢。辛德拉六几秒的，感谢 YO 送血瓶，新血瓶，谢谢。感谢这个你老公的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。感谢米清晨送血瓶。哦，这个好屌，直接一套打脸上了。喂，他回家是吗？哎，你这个套路好深啊，真的。感谢光阴的礼物，谢光阴。打完一套他正好 CD 然后回家了。哎，这个辛德拉66666，先把我耗残了再说。轮子要死了，轮子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轮子没有危险。老轮子，感谢 OH 送血瓶，谢谢血瓶，谢谢潘森。我看到了这边的潘森，潘森打红 buff。现在呢，咱们只需要稍等5秒钟过去。哎，红 buff 和老潘森，红 buff 老潘森，红 buff 和老潘森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想交点火，但是我怕他闪现跑了。这边呢，好吧，优先杀掉给潘森。潘森这边呢，还是交了一个技能。哎，我看到辛德拉了，弟弟舔他，弟弟舔他。哇，我被晕了一下。感谢游客送的一个血瓶，谢血瓶，谢谢谢谢，还是我的了。哎，这边的三三想要走了一步啊，这边的我怕这个位置墙太厚了，我怕从这儿闪要撞墙，所以这边的三三走在这个位置撞了一下，哎，闪过去了。感谢苍明送血瓶，谢血瓶，谢谢谢谢。怎么感觉有点小卡？小卡的样子是啊，目前战况呢，这边呢还是优势，小优势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我看回一下这边呢，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装备的话。桑丹这个男刀改动，男刀改动大招改动呢，被大刀被砍之后呢，还是要做这个幽梦之灵。不做幽梦之灵好像秒不掉他们家后排，是吧？先做幽梦，先做幽梦，这个可能不会做鞋子了，鞋子还是太贵了。感谢弟弟快跑送的蓝星，谢谢蓝星，谢谢谢谢。感谢你血瓶，感谢韦向东的礼物，谢谢的礼物，谢谢。我们的上路贾克斯打得不错，看一下这把呢，只要能稳住，差不多。感谢韦向东送血瓶，谢谢血瓶，谢谢，谢谢。感谢 MR 的礼物，谢谢的礼物，谢谢，谢谢。他不说，他没闪现，没有闪现，我试试满血能不能秒掉，满血。死吧，法师！感谢刘云洛送血瓶，谢谢刘云洛血瓶，谢谢谢谢。现在满血斩杀一套，满血斩杀没有用点火，有点火的话还能多带他200血。感谢这个胭脂泪送的10个血瓶，哇，非常感谢你的10个大血瓶，谢谢谢谢。6666，首胜，首胜应该没有问题，咱们的首胜。好吧，看来我们家上单的贾克斯呢，这边还是被我们家的，哎，被他们家的鳄鱼杀死了。感谢翔哥送血瓶，谢谢翔哥血瓶，谢谢谢谢。亲个鸟，把他们家潘森的鸟抢了，他们家潘森应该没有节奏，02的老潘森，他们家这个钟要骂起来了，真的。感谢这个桑丹请我吃辣条，可好，送你个血瓶，谢谢血瓶，谢谢谢谢。弟弟的战绩是0-0吧，没有起来。辛德拉。再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我也换了。没办法，这个三刀 A 太久了，我看他 E 交了之后呢，我就果断跟他 A 几下。不过这个波是有点亏，感觉是有点不值漏啊，跟这个辛德拉换掉。不过还好吧，辛德拉值钱了，下一波大招好了几秒，辛德拉。如果是上一个版本的话，咱们或许就不用死了，大招可能会提前20秒或者30秒左右能去好。看到弟弟在下路一个人守塔，他们家3个人，感谢这个抠，感谢这个弟弟的血瓶，谢谢血瓶，谢谢，谢谢血瓶，谢谢。
从不妥协。嗯，换了个饰品，这边呢换了一个蓝饰品。感谢先生送水瓶，谢谢先生。是的，中单辛德拉的闪现跟我一样，只要我不交闪。哎，他这边要做金身，他先做了个大棒。感谢巷子里的童年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。来辛德拉，不过来拆眼。嗯，感谢球王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。我以为他要过来拆眼，咱们可以秒他试一下。满血辛德拉，并且有个布甲，我试试。死吧法师！好吧，咱们的辛德拉已经哭晕了，老辛德拉。咱们的第一件装备呢是幽梦之灵，先做幽梦，再做黑切，之后呢做这个水门刀。对，这幽梦还是不能少。这边的桑德之前不想做幽梦，但是好像切不了他们家后排。我们的圣路又死了。这个小伙伴，这个朋友，朋友，是啊，这个第一个装备呢是一个幽梦之灵，看一下再买个这个针眼，这个针眼在这边呢，等咱们的针眼被拆之后呢，再放一个针眼，就可以了。潘森跳下了，完我们这边呢，哎，这个琴女她招好炫酷，潘森一个闪现，迷之闪现，琴女直接把我们家轮子秒掉了，老琴女六啊！感谢婷婷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谢谢。感谢球王的礼物，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谢谢。感谢这个百万个鸡佬给弟弟送了个血瓶，感谢一百万个鸡佬给弟弟送个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。六六六六六六六。他们活不长了。辛德拉的话，他不出来了，出来他有闪现，我试试。感谢弟弟很大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浅笑的礼物，谢浅笑。我看一下，感谢二二科长的血瓶，新的血瓶。不行，他有闪现，这边都杀不了他。啊、然后呢，我要越塔的话，吃他一个大招我就死了。我从不妥协。哎，机智的新的了。傲啊！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嗯，感谢这个我不想在优酷看桑南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。这边呢，这是直播啊，桑南打这虎牙是直播，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录播放在其他的视频网站上。辛德拉，哎，我看到了，好闪！好吧，那这他闪现了，闪现不追了，再追的话咱们也没技能了。他晕用过了。我想杀他，但是好像很难杀，没有蓝，没有蓝的辛德拉。感谢浅笑的礼物，谢浅笑礼物，谢谢谢谢。他要死了，潘森要死。刚想说我们家贾克斯好溜啊，贾克斯就死了。没有机会了。
嗯，感谢这个我不想看，在优酷看桑南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。这边的桑南一般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呢，很少游走，因为呢我要稳定我的这个经济，有的时候呢可能游走失败的话，经济会拉下很大一个差距。对，桑南在单排的时候呢，玩难道还经常游走，要是被认出来的话，就更难游走了，对吧？潘森索拉卡他们家情侣，感谢唯一的大蓝星，谢谢唯一蓝星，谢谢。精神醒了啦！如何秒掉精神的辛德拉？好像秒不掉。感觉这个我不想在优酷看骚男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。哎，这个好像，感谢江大鼎送的礼物，谢江大鼎礼物，谢谢。对，昨天这边的骚男好像看了两个帖子，说这个流浪好像要重做了，姐要被砍了，然后呢，说设计师好像要把这个金身也给移除掉，能移除掉的话实在太好了，真的。我就讨厌金身，没有金身的话我无敌了。感谢这个不想在优酷看骚男送的小苹果，请小苹果，谢谢。哎，真是可怜，咱们蹲下，说不定会来个辛德拉或者潘森什么的。人呢？感谢球王送血瓶，谢谢球王血瓶，谢谢。感谢杰少的礼物，谢杰少礼物，谢谢。完了，我要死了。鳄鱼！哦，我要死了！哦，二段一，什么情况啊？哎，这鳄鱼第一段一到我了吗？他就放出二段一了。是啊，菜的抠脚没办法。嗯，感觉这个不想在优酷看骚男送血瓶，新的血瓶，谢谢弟弟。这边看一下打小龙，弟打小龙说呢，鳄鱼过来把弟弟给杀死了，然后把龙给抢到了。弟弟，你到底有多抠脚？菜的抠脚。弟弟在这打了五分钟小龙。哎，你选个老木木在这儿哭了五分钟，小龙没把小龙哭死，你真的是菜的抠脚，真的，不要炸了好吗？他们家笑蛋鳄鱼这么屌吗？老鳄鱼，嗯，黑切之后下个装备的话，咱们要做这个水弯刀来解控，水弯刀能解控还能解虚弱，非常好用。感谢凤仙的血瓶，谢凤仙的大血瓶，谢666。感谢阿喵大小姐的血瓶，谢阿喵大小姐。只有傻瓜才会为人。欢迎骚男的守护泰隆是种信仰，欢迎信仰。感谢拉达男送血瓶，谢拉达男，谢谢。我要杀死这个鳄鱼。哎，这鳄鱼这么好杀吗？潘森。感谢凤仙的礼物，谢凤仙。哎，是啊，他们这边的这个打野的潘森绕着我走，那没办法，抓不着他。好的，可能辛德拉了。好晕，我要死吗？能烧死吗？烧死你！好舔弟弟，感觉不想在优酷看骚男送血瓶，弟弟舔的，舔的漂亮，舔的漂亮，再舔一下，舔的弟弟。弟弟们的开启大招好像能哭死，好的，哭死了，666666，嗯，被潘森弄死了，没办法，这边的好像辛德拉烧不死，感谢送给弟弟的血瓶，谢谢血瓶，谢谢。我是贾克斯好六六，感谢这个小伙伴七七送血瓶，感谢盲年的血瓶，哎，谢谢盲年小苹果，谢谢。
感谢骚男快拿人头，我押了70万送雪萍，请大瓶，谢谢谢谢。感谢空空的两个雪萍，谢空空。啊，你好厉害啊！你好屌了，你好肉，你太肉了，蓝盾。能不能别见面就放大招，辛德拉？这辛德拉见我就放大招，直接把我打残了。团，哦，这鳄鱼好厉害。哎，你笑死我了！弟弟舔他，弟弟，弟弟舔他，舔他弟弟，舔他弟弟。嗯，干得漂亮，贾克斯也来了。好像咱们只能杀过他们家脆皮，除了脆皮的话，鳄鱼好像杀不死。感觉装备总是比鳄鱼好，但杀不死。这个版本肉好像很厉害，对坦克这边呢，完全可以是刺客爆炸，没有装备能秒掉坦克了。黑切，黑色切割者，他们活不长。嗯，六，我们的贾克斯啊，贾克斯无敌了，9-5的贾克斯，六六的贾克斯。哦，轮子你给我抢了，我就报警了，真的。这潘森好肉啊，打了一路，打了一路差点没杀死，对面投降了。好了，这边的第一场的话，骚男男刀优先拿下首胜，对面投降，嗯，破产。好的，第一场。